Gracias.
希望在明年这个时间，他也能够
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见面，然后我再次唱出来给大家听啊，我们来唱这首好听的歌曲，叫做《青春恋人泪》。还记得你唱吗？如果记得的话，大家可以跟我留下电话号码。
我唱歌迄个杨宗新啊，优秀，咱台湾囡仔，伊叫做颜明伟。这个囡仔，伊当时高一，甲离开台湾，伫去年九月啊，用亲戚，我都出去台湾，叫我买一台飞机，叫我买一下子老颜明伟。来跟咱认牛，阿妈讲话，我欢迎咱李姐，我们家今天来参加最大的一个晚会，人民会，请大家准备好你的小包子了。欢迎各位来到为台湾助哈，为台湾助奋斗的这一位。各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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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但是我看到这个囡仔的真多事，我惊死了。我感觉这是上帝冥中安排，就是去年九月的时候，我伫这个地方饭店五楼，摕一本册，这本册叫做《笔触的台湾》，Tattoo， 一只狗，只狗叫做啥物名？马英九，马英九。我想要填，我想要填这本笔触的台湾，填一下，填用马英九，因为我感觉到，我无法度去想到，马英九多开了，表态讲，啊台湾要行路，甲中国统一的路，我生于一个台湾囝，我伫台湾出生的大汉，我无法度去想到。叫我回到I'm going to go to the hospital.
Thank you.